谁更逗一点？你觉得？他呗。他逗。嗯。你爸有什么缺点吗？我是没怎么挑出来。嗯。你爸什么地儿？你觉得你最崇拜他？什么地儿都崇拜。是吗？嗯。你以后要是跟你爸一样说相声，能青出于蓝吗？当然能胜于蓝了。我儿子很懂事儿。嗯，然后那个现在跟他爸爸基本上一周见不上一次面儿，跟我比跟他好，然后啊，一般都是我去，人德刚有时去也不是特别方便嘛，但是他许给我儿子了，说那个中学毕业他去给开家长会。